过 GAC， 没有反对。我们请我们的这个音响组，你准备一下那个你 post 在中间那一段。啊，大家知不知道这25个国会议员里面啊，没有一个是火箭党的。当时我们火箭党联邦的政党，我们捍卫联邦体制。什么是联邦体制？也就是勇敢改变，勇敢改变。谢谢各位。沙庄的人民更需要他来帮助你们讲话，帮助你们做事。所以在这里我告诉你们，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们，替你们做事，替你们讲话，替你们打抱不平，有没有？大家记得吗？时代开始我们就看到巫统已经进到沙朗园。为什么以前 Steven 刚刚你看他喊一个口号，就是 Sarawak for Sarawakian， 所以他巫统不喜欢他。巫统之后派遣了东软曼，当时候在这个联邦做不维护沙朗园人的利益。有一句话，华人有一句话说，英雄不问出处。他假如是英雄，他假如做好事，你不需要问他。